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是指出下列何者是函数图形。我们看第一个图，它的定义域哈是整个那个 x 轴实数轴了。好，按每个呢实数哈，这个对过去都有一个呢 y 值跟它对应，所以这个满足什么呢？满足这个函数的要求，这是一个印制函数了。哦，每一个 x 都可以射出去，这个是函数，这也是啊。哦，这个的话呢，哦，每一个就是每一个 x 都可以射出去，而且只对应到一个值。哦，这是印制函数。哦，这是函数，这也是啊。那个每一个 x 都可以对应到一个什么呢？对应到一个数值嘛，所以这个也是函数。好，那这个就不是了。这个哈，这里哈，它有一个函数值零，它可以对到三个 y。我们知道呢 ，x 的话，一个 x 只能对到一个 y， 不能一个 x 哈对到两个 y 以上，这不行。它现在对到了三个 y， 啊，像这个一个 x 的话哈，它也对到三个 y， 啊，在这里，它一个 x 呢对到两个 y， 这个就不是函数了。好啊，这个是啊，这个一个 x 哈对应到一个 y， 哦，一个 x 对应到一个 y， 这个是函数了。啊，这也是，哦，这个一个 x 对应到一个 y， 一个 x 要对应到这里的 x， 一个 x 对应到一个 y， 哦，这里一个 x 的话对应到一个 y，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函数，函数图形，所以答案应该选 A。B 只有 C 不是了 ，A B D E， 这一题答案是 A B D E。